九月开始财运一路飙升，六大生肖属兔前途光明，让人称羡。生肖兔，生肖兔的人是一个有本事和谦逊的人，他们文文静静，谦逊有礼，平常都会露出温和的微笑，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受。其实他们有很强的毅力，从来没有向原则妥协过，不管是大还是小的灾难，他们都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另外，生肖兔的思维让人非常深刻，属于高层次的。九月开始，工作和爱情都会得到改善，而且会有好运。如果能抓住这份机缘，他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生活，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，让人艳羡。生肖虎，九月是属虎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。九月属虎的人聚集了阳气，日之水火交汇，水木相生相克，运气好的话，鸿运就会走上一条捷径，不但能摆脱之前的烦恼，还能摆脱不好的生活。另外，生肖虎的人不会受到天厄的影响，能远离负面。属虎的人的来源，身体很好，也很努力地为自己的职业而努力。生肖猪，属猪的人是个有福气的人，他们有许多好运气，天生与众不同，加上他们自己也很努力，会得到更多帮助。虽然说在金钱方面，他们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，是别人梦寐以求的，一旦遇到好机会，建议不要那么多顾虑，多一点的灵活性，就能把自己的决断和勇气发挥出来，让自己走在前面，赢得更多的财富。他们都是聪明人，以后赚钱也会很容易。生肖马，生肖马的人天生就有不怕输的精神，凡事都会快人一步，赢得先机。他们办事效率很高，活动性又强，如果说是在做下属的话，一定是个很让领导放心的员工，但如果是领导的话，要做他们的下属可就不那么容易了，他们对下属要求特别的严格，是个不太受欢迎的老板。九月前生肖马的人运程不俗，财运猛涨，比虎年有了明显的好转。易主科甲之喜，不管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旺，所以属马人要好好的珍惜和利用，可以在那段时间适当的投点资，或者偶尔买点小彩票，说不定还有惊喜等着你们哦。生肖牛，生肖属牛的朋友得贵人相助，九月前横财滚滚来，属牛的人他们财运飙升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有所收获，假以时日必定能够大赚特赚，未来前途一片美好。随着时间的增长，属牛人事业做得越来越大，生活越来越富足，财运到注定大发特发。生肖狗，生肖属狗的朋友得贵人相助，六六大顺，在九月前横财大发特发，财运亨通，属狗人很快就能够在吉星的庇佑之下求福得福，创业的属狗人事业做得红红火火，很快就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，必定能够福禄无忧，天天大鱼大肉，翻身成为大富豪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地母娘娘赐福，六大生肖财运大财临头。生肖鼠，鼠鼠人受到地母娘娘赐福，贵人运增强，鼠鼠的人转运犹如及时雨，事业到了关键时刻，浮现贵人鼎力相助，本来遥不可及的事情可以圆满实现，而事业大成的同时，家庭门户还有贵子降生，所以七二年的属鼠人农历腊月财气大旺，不管是九六年还是八四年的属鼠人，今年如有好运必得大有财运。生肖牛，属牛人受到地母娘娘赐福，财运增强，事业顺遂，薪金将有大幅度的提升，银行存款只升不降。属牛人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勤勤恳恳，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婚姻中，都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，很值得人信赖。自己做生意的属牛人克巳云来，订单多多，
一定要抓紧时机，把握机会，争取大赚一笔哦。生肖兔，属兔人受到地母娘娘赐福，财运增强，属兔人时来运转，财运旺盛，事业红红火火，财富飙升，有望天丁天喜，富贵迎门。兔年出生的人懂事，平易近人，他们对待朋友也是非常的大方，智商跟情商都比一般人要高一筹。生肖兔命宫中有德魁吉星进入，喜鹊报喜，恭喜他们接财接福接平安，红红火火一整年。生肖龙，属龙人受到地母娘娘赐福，财运增强，生肖龙命中有财库，可招财纳财，所以生肖龙命中财运很不错，甚至可以说是天生的富贵命。但还是有很多生肖属龙的人没能享过富贵，这就是因为生肖龙的运势未到。年中生肖龙有水库生财之局，让生肖龙财运上升，能发大财。生肖马，属马人受到地母娘娘赐福，财运增强，生肖马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，在生活中一直都非常努力，但却总是因为运势不佳导致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回报。但是生肖马运势逐渐上升，财运上升，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多，日子越过越好。生肖马的朋友可谓万事顺利，特别在财运收益方面相当突出，能够说是收获颇丰。关于经商者而言，财运较佳，事事顺利。生肖猴，属猴人受到地母娘娘赐福，财运增强，生肖猴之前的运势并不是很好，虽然生肖猴很聪明，但运势不好的话，即使生肖猴再聪明，还是免不了会遇到一些意外。由于生肖猴命中尘土生身金，让生肖猴财运旺盛，能有机会发财赚钱过好日子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